是队长的角色，转换成团长，很多人都会问我说，就是这个感受有什么不一样？我觉得女孩的时候，她就像一个守护天使的角色，你把你的欢乐、把你的快乐、把你的敬业带给你现在在现场看球的朋友，它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工作，它救赎了现场可能因为一球难过、因为今天球赛又输的人，他得到了一点点疗愈的力量。我觉得啦啦队是一个世界上真的是超级棒的，但变成团长的时候，他多了一点点责任跟压力，因为大家是跟着我喊，我要现场的人可能会在谩骂球员，哎呀会不会打，我跑得都比你快，然后就说哎呀怎么又一 K 又一 K 什么的，你其实都是现场可以承受到这些，但我在当女孩的时候，我就是那种笑笑，对，那反正不关我的事，反正不关我的事。那我们就是要不断，就是来声音再拿出来，大家一起站起来。也有很多人直接吐我啊，走开啦，真的打那么烂，这样什么的，一定有啊。那你当下的心情是什么？还是很难过啊，超级想赶快跑去那个厕所要骂你，因为还是有人是看着你，就是想要跟着你一起的。对，所以你要为了哪一些人而努力，而不是就是。叫你走开的人，对，觉得心态要调整，心态要调整，你扛的也更多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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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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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壮壮的快问快答开始。第一题，时刻自形容自己是锅底的心情。伤心难过，怎么都没有想到我会是最后一名呢？你这样有十个字吗？超过了吧，超过了。一次，十个字。伤心难过，大家不要再骂我了。好，第二题，跳舞跟跑步哪个难？两次喽。跑步。那跑步跟游泳哪个难？游泳。你当你的脸书跟 IG 的粉丝数加起来是多少呢？90万。再多一点。太低估自己了，太低估自己了，总共有将近95万。95万。对。写在书里面一共换了几套衣服？20套吗？哇，很多哎。是吧？让我自认最厉害的一套。是真的，有一套黄色内衣，然后它是透视的。哦。我是人间水蜜桃，他们都没有。去 KTV 的时候，你属于抢麦霸类型、带动气氛型，还是吃肉然后挂的类型？我是带动。说出自己三个缺点。拜拜。哦。容易心累，心软，爱哭，
如果有一个可以改造自己的机会，你会想要改造哪个部位？腿。为什么？我想变成飞毛腿。林嘉涵 ，Yuri 二选一。这么刁难。林嘉，因为他是我们黄队队经理。哦，救命！但是我们上次，我心好累啊。我们上次问林强这个问题，他好像选另外一个人。Yuri， 林嘉。跟兄弟二选一，三手抖，我是怎么对抗？我都爱。好了，不要为难你。乐天跟黄队二选一，乐天跟黄队，我也都很喜欢。这个就必须要选一个了吧？怎么我们快没有球了？怎么办？我现在在录《全明星第四季》，所以黄队我很爱他们。张孝泰跟黄队二选一。是帅还是怎么样？还是运动表现？第一直觉哦，歌舞笑太。所以大家会不会跟林湘撞菜？你知道他也喜欢歌舞笑太吗？我知道。那怎么办？你会撞菜？不怕，因为我们各有特色，那就要看歌舞笑太喜欢谁。歌舞笑太，那歌舞笑太跟郭哥，郭哥。那我们郭哥最常说的一句话，阿斯拉 baby， 阿斯拉 baby， 在喜欢的人面前放屁，跟在喜欢的人面前发酒疯，哪一个比较丢脸？发酒疯。那你有没有什么就是在喜欢的人面前做过最丢脸的一件事？就是发酒疯吗？发酒疯。所以直升机的时候有喜欢的人在场吗？有。我送你们回家。不是说六次吗？对，但你是最多有六次的，好吧，所以你以